今天这个市场啊，这个散户呢，就是今天这个散户呢，就是被捅了，捅过了。你看今天这个看的人很多，这个股票呢，像就 GameStop 今天又掉30%。Nobody even fucking goes to GameStop anymore.从480现在掉到60块了，65块了。没在讲话，是在讲话，看到没有？今天是很多散户被搞死了。开始呢，散户呢就把那个这个对冲基金做空的搞死了，然后呢，对冲基金呢那些机构呢又把散户又搞死了。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对吧？哎呀，在市场上是需要，这不是凭意气啊就可以成功的。你看这个股票掉的厉害吧，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了。你看看今天在观察的人啊，今天因为股市掉了吧，这个不是股市掉，GameStop 这个股票掉了， AMC 掉了，然后呢这个网站你看看现在有24万人在看，这个简直是轰轰烈烈的，对吧？就是现在是叫做毒杀呀，毒杀散户啊。